一生热衷教学工作。李清泉牧师原本想住在英华女校做到退休为止，却因住上帝的召命辗转担任了不同的职务。不过他对年轻生命的着紧却从不休止。那时候说，譬如做牧师或者做那样，很多时候不务正业。是啊，这句很尖锐。你也是的，现在出来做牧师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你训练到神学讲什么，但他做的就是電掣幾時壞咗，個水喉幾時壞咗，收葺嗰啲咁。你用嘅字咧叫做不務正業。係。所以我而家退咗休咧，而家咧咪就重操正業咧，而家就係、是。退休重操。係啊，即係做緊牧師就冇得做正業啊嘛，專門做曬啲簽字啊、頒獎啊嗰啲咁嘢。哇！一退曬休咧，完全唔做嗰啲唔係人嘅嘢。唔係人嘅嘢。全部係做人嘅嘢。接觸人啊，傾偈啊，咪同你哋傾偈更加大有收穫啦，係咪？我先幾日有一個聚會，叫我同佢負責講一堂，即係唔係講嘢嘅，即係唔係演講嘅。哇！我最中意啲咁嘅邀請，因為我唔使預備啊嘛，唔使預備嘅，即係而家都而家咁啦。係啦，咁啊坐船又唔得你講乜嘢？嗰班人咧，冚唪唥年青嘅傳道人，即係佢係正啊新仔啫，新女。咁啊，唔係幾識做，即係佢哋需要有啲長者咧，俾啲意見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諗，你話而家呢係咪正業啊？直情係正業呢啲，係咯，好正嘅正業添喎。其實唔單止李清慈牧師，坐喺佢身邊嘅兩位同道好友，同樣已經從唔同嘅崗位退咗落嚟，但係仍然繼續關懷年青一輩嘅成長。但我覺得栽培下一代就唔緊要，同佢脱節得，因為我唔係要佢做我嗰啲嘢嘛，發掘佢嘅潛質潛能，擺佢一個地方或者介紹佢一個地方一個土壤，以至到佢喺呢個土壤度可以發芽生長，就唔係我俾一啲嘢佢，我覺得就係啦，即係等佢發展先，容許佢發展啊。今日有時啲教牧如果唔小心咧，就唔容許啲青年基督徒發展啊。佢俾個框框佢，你一定要跟住咁做。几位好友对社会公义、教会发展都有较接近嘅睇法。喺退休之后嘅广阔天空下，佢哋更加珍惜呢份数十年嘅友情，每个月都会相约见面谈天说地。所以而家直情大解放，好开心嘅而家，完全唔做嗰啲嘢。我哋三个都系被解放嘅。系啊，被解放，轻松啊而家。轻松，嗱轻松得嚟呢。我哋依然覺得我哋做嗰啲事係好好有用嘅，係啊，好有用，即係好好快樂咁樣做嘅。係我就講話我哋逍遙嘅生活啦，係啊，唔係淨止話我可以遊山玩水啊咁啊，我啊去講道啊，去指導啲學生啊。係啊，呢個逍遙就唔係話得閒無所事事咁周圍行，唔係嗰個逍遙，而係嗰種心理上嘅逍遙，即係好輕輕鬆，好釋放，即係唔再喺個煩惱裏邊，嗰只雀飛咗出嚟，但係都係飛噶嘛。你可以揀你中意做嘅，係啊，係啊。咁你可以喺你自己嘅天空度望翻落嚟，係啊，睇下班嘢。係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咁嚇。我嘅意思即係話咩咧？即係我哋。即係呢啲咁嘅交情咧，冇啲雜質啊，冇啲雜質啊，即係好好自然、好單純嘅。雖然我哋見面機會唔多，即係唔算多嘅，但都有啲機會傾偈。一傾就啱 key 啊，即係一傾就黐得埋嘅，即係所謂一見如故。一傾就直入㗎，咪就係咯，唔使咁多嘢。咁同埋咧，我哋每次聚會咧限兩個鐘頭嘅啫。係啊。啊，咁所以咧，時時都唔傾得曬嘅。係啊，傾得曬咪諗第二個月咯，繼續。一啲嘅無論係社會嘅事件啊，講關於公平公義嗰一類咁樣嘅話題咧，係我哋好多時候走埋一齊啊，大家討論一啲咁樣。喺教會合一運動裏邊嘅活動咧，咁好自然咁就我哋睇法啊差唔多一樣嘅。即係其實有少少話，今日啲人講話啱 key 啊咁咯，係啊，即係啱 key 就嗰啲 key， 就而家啲人講你中意飲咖啡，我中意飲咖啡咁樣啱 key， 但我哋就一個理念上、意識上、信仰上嘅同一個 key。我諗我哋三個人都好少淨係關懷喺即係將基督教屬喺我嘅經驗，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嗰度。
反而間咧，就會覺得即係信仰，除咗對我之外，咁啊對我周圍嘅人係點咧？啊，對個社會係點樣咧？咁啊，咁所以教會合一運動又係關心呢方面嘅嘢嘅。好耐即係冇見啦，因為唔使開會啦嘛。係啊，咁今次嚟又探下班啦。咁我開心嘅，即係啲長者嚟到，即係俾我哋都係一個支持鼓勵啦。但係都我哋其實而家做緊嘢都係秉承緊即係以往嗰個宗旨同精神啦。咁啊，頭先啊，陳牧師講呢排咧就即係教會同個公民社會之間啲討論嘅熱門話題咧就好多嘅，其實都係好想對社會公義啊呢類咁嘅話題注意多啲、關心多啲，實際有具體行動，咁啊成立咗呢個咁嘅會咯。呢一日，另一位好朋友杨慕谷师母就嚟探望李牧师，呢份友谊同样系历久常新。对我哋姊妹嚟讲咧，仲更加哇！有个姊妹企咗喺个台度分享神嘅信息，咁又知道佢系会做按摩，咁啊仲更加系即系留心啲听啦，望住佢啦，唔会拖泥带水嘅。佢讲嘢系即系释经啊，讲嘢咁啊，咁你好容易就听到佢好即系。沒有裝作，所以我們在台下面個個即是我們的姊妹聽完之後就個個都望著她很開心。李牧師不單只有一份爽朗的率真，從她對花生漫畫的深愛可見她還有一顆未泯的童心。有一次落大雨，落大雨這個 Woodstock 就周圍走，沒有訂券，總之走到她那裡，咁啊 ，Snoopy 話叫佢唔使怕，就夾你隻耳仔咧，好長嘅耳仔，佢畫就畫長啲啦，夾啲耳仔咁啊遮住佢咯，啲大雨遮住佢咯。有一次就佢哋一齊去坐船 ，Snoopy 咧就攬曬佢，即叫佢唔使驚啦。你呢種對朋友嘅關懷愛護咧，就即係睇得到嘅。我覺得睇呢啲書點解我咁中意睇咧，就一路睇咧嘅，令到好多人生嘅嘢啊，好多友誼嘅寶貴嗰啲咁。但佢係狗咧。就好有人性同埋人格嘅，就同埋一種嘅氣質啊，一種嘅傲骨啊，哇！好欣賞嗰啲。咁即係咪做事嘅時候咧，就碰到啲人係冇乜人格嘅，就咁嘅時候就更加覺得 Snoopy 係好清高嘅，即係真係人不如狗，即係個心就會覺得啊，點解狗都好似人咁樣？點解我哋人到底唔似人咧？咁可能我自己性格太有少少啦，我覺得係咁樣好。好啱 key 啊！即係同佢狗在繁籠裏，福德反自然，可以話係李清慈牧師而家嘅心態。喺悠然自得嘅生活裏面，佢又發掘咗新嘅玩意。興趣嘅一個就讀書，一個就讀人。睇下啲人咧，睇嘅時候咧，就睇到嗰個人嘅表情。咁其實唔知佢諗緊乜嘢嘅，但你可以自己用自己嘅幻想咧，擺啲嘢入去嗰度。就譬如有個老人坐樹。牛巴巴咁，你去諗下佢，哇！呢個人係咪即係好寂寞咧？或者係咪屋企唔快樂，所以走出嚟？咁但係如果睇到有啲媽媽湊仔又好開心嘅，即係佢有啲人好錫個仔，有啲人錫到窿咁就飲得佢中意乜乜，但係有啲咧就要教佢嘅，即係好多人性嘅嘢咯。嗰廿四小時好似唔係幾夠用咁嘅喎，好快脆過咗嘅喎。而家因為冇夠鐘啊嘛。即係冇限咗，幾時夠鐘咪繼續做落去咯。我啲唔係好緊要嘅嘢嘅，唔係好偉大嘅咋。譬如我整下啲卡啊，整下嗰啲書籤啊，搞下一樣搞一樣。我一想起個人，嚇好耐冇見佢咯，咪寫兩個字俾佢咁。即係諗下個人，你都唔得閒噶嘛。即係會有啲時間，所以好豐盛嘅生活，我覺得。但我有一個自己私底下咧，即係好期望咧。特別係教會咧，多啲心血擺喺啲青年信徒度，薪火相傳傳落去嘛。咁你一定要令到佢哋又有呢種嘅世界觀啊、普世觀啊、呢種嘅合一觀啊，呢啲咁樣就今日教會似乎少啲講啲嘢，其實就唔係咁簡單，淨係去做嘢講嘢，而係生命啊，將佢哋嘅生命有咗呢啲世界觀正確嘅教會觀。退咗休唔等於一切去停頓，你可以好似李牧師咁，不卑不亢，為人生嘅下半場定下目標，或者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过一个无悔的人生。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主耶稣，求你赐福给所有长者，让他们有机会将所学的教导下一代，懂得烹饪的就教导年轻的学主送，愿意关心别人的就为别人代祷，能够作教导的作牧养生命的都有所发挥，不但能够薪火相传，更能够造就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如果你想认识主耶稣，知多些基督教的信仰，欢迎你打人生热线8100-8012。漂亮人生有着